那什么叫吃了一条蛇？现在哦，蛇去做客了，就是这样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就是他吧？你应该跟他的朋友能聊得来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我呀？唐唐是谁？一句话介绍一下你的朋友。就剩一句话了啊！我那个朋友，我们俩聊天可以从20年前开始聊，一直聊到昨天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啊，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！哇，真的，他真的盘了一条蛇过来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的朋友要等一会儿吧，因为我朋友他们都在骑马，还有行李箱来，先放这儿，先放这儿。啊，这个蛇啊！你怕？我真的好怕蛇，假成这样你都怕？对，我很害怕，心理上觉得很好害怕。请，一路上也应该辛苦了，喝个奶吧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朋友，喝个奶吧。谢谢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哇，我多少年没吃过麻辣香锅了。看看我在回家，我妈跟我说，她说哎，你要告诉那个叫唐爷那个，我好喜欢他哦。哦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说我好喜欢唐爷，他演的戏哦。我说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帮我要签名照吧。照片。四川话没有问题，怎么讲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什么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，阿姨。他会开心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我给个兔钱。兔钱，兔钱。可以，可以，谢谢阿姨支持，谢谢阿姨支持。此时我觉得。